大家好，我是熊二老胡。今天我们在厦门的 SM 广场来吃一个自助日料。我想一下，在自助日料里面只吃牛肉能不能吃回本，去看一下。今天我就全点牛肉，牛小排四份，牛舌来两份，酱牛肉，专业的点餐选手。那个慕斯蛋糕给我点三份。好嘞，今天我们刺身都不要了，只吃牛肉。牛小排，好香啊，油脂很丰富，主要是很嫩。嗯，这河粉牛肉烧不管味道还是口感都很不错。有肥有瘦，厚切牛舌，很脆，它这个蘸料是有点点酸的，有点辣，口感很薄，口感很不错。生牛肉，特别软，感觉还没嚼它就化掉了，真的是入口即化。酸酸甜甜的，这个很好吃。肥牛鹅肝卷，原来是个寿司，鹅肝在中间，对，这个还挺好吃的，这个挺好吃的寿司。土瓶蒸，日料必吃，土瓶蒸是我最喜欢的。还有文蛤、虾、瘦肉，还有三文鱼排做的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，寿喜锅。我们下单下了20份，然后他上了5盘，他说这个量比较大，都在这边了。开始下和牛，花纹还是很漂亮的。和牛就是要沾上那个无精鸡蛋，这牛肉不错。不过它这个寿喜锅我感觉不怎么甜，跟以前别的地方吃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太甜容易腻吧。牛肉搭配这种甜味很好吃。赶紧吃。嗯，味道很好，挺好吃的哦。嗯，这个回头会多。裹上满满的鸡蛋液，不好是不好。
种软嫩的口感。放的有点久了。嗯。嗯。咱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肉来的，不能客气啊。和牛真好吃，不过我还是喜欢那种更甜一点的那个寿喜锅。特别大块这个牛肉，这个牛肉这个分量的再来四份。就是正常量的十份，动作不要停啊！我们一年得吃掉几头牛啊！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不能烫太熟，太熟了口感就会差一点。剩最后一盘了，牛肉都被我们吃光了。快下！下次早点过来哈。好，早点过来。对，今天来的比较晚。这边牛肉都被我们吃光了，接下来我要一块一块，慢慢的品尝。哇！口感细腻顺滑。还是吃得很过瘾哦。对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点关注，拜拜。